时间低头看书或玩手机，脖子容易变得紧绷，这时你可以试试看这个颈部活动操。首先，我们先将头微微往前倾，先动动脖子的后侧，接着来活动前侧，然后你把双手合掌，大拇指轻轻抵住胸骨的位置，食指和中指来抵住下巴，然后头稍微往后仰。至于脖子的两侧，可以把右手放在头上，把头慢慢的往右边压，然后让你的右耳尽量靠近肩膀，每次停留大概10到30秒的时间，重复至少3次，然后再换边做做看。另外，你也可以用按摩来改善，把食指跟中指抵住太阳穴的地方，然后把大拇指扣在距离耳后下方大约2个拇指节的位置，用画圆的方式来慢慢按揉。透过伸展和按摩，可以增加血液循环，排出肌肉里的毒素和废物，你的脖子就不会这么紧绷了。